新年求好运不用到寺庙，在捷运站也可以求运势签。这也是捷运龙山寺站，买票卡机器萤幕就出现健康、爱情、事业三个选项。没女友的想求感情，运气如何？马上揭晓。桃红色圆票卡上头有签诗写运势，这是今年农历过年北捷跟龙山寺合作，只有在龙山寺站的特制自动售票机开卖，限量5000颗，每人限购2颗，每颗售价50元。乐吉签它有3个主题，分别是健康、事业跟爱情。那民众可以透过他新的一年想要祈福的项目呢，为新的一年添加祝福。想知道新的一年运势好不好？31号开始可以到龙山寺捷运站试试手气，搭捷运还可以抽签，结合香火鼎盛的龙山寺，话题多多。